滑不滑？滑，特别滑。好摸吗？好摸。真变态。真的滑啊，滑的一批，就是很容易留指纹啊，特别特别滑，没摸到过这么滑的羊蹄。快拆！单结构 PCB gas 硅胶钉。磁吸快出，盖底膜轴座面 XRPE 盖底膜底面快出，侧灯透光。可以啊，这次啊，旁边也做了，全部做了缓冲，这边有，就上下盖之间有缓冲，四周还有缓冲，啊，这个缓冲做得很充分。我靠，这是几个意思？我现在就来告诉你，别人没做完的结构，我来做，别人加不了的灯。我来加，别人做得了的我要做，别人做不了的我更要做。好好好好好，你牛逼，你牛逼啊！收纳器，那我们就把它装起来，就把它摆在那里，就是看实际效果吧，好吧。在打字音前面先说明一下，就接下来做的测试是哪些？因为一呢，它是做了上下结构的缓冲部分的。以前以往我们看到都在四角做，对吧？就是上下其实是不做的。那么现在这把。就是出现了上下放硅胶来阻隔，就是上下盖的问题，那就不用贴铁氟龙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就省事了，并且这个效果肯定是比铁氟龙更好的。那么，所以我们现在下来测一下，就是这把键盘到底震动大不大啊？然后，其实这个是不适合做无棉的啊，就是因为它是开槽板嘛，对吧？1.2的开槽板。然后呢，它是给了我一张那个。PC 钉就是开短横槽的 PC 钉啊，你可以给它 PP 吧，他们叫 PP 的嘛。然后还有一张那个单键开槽的铝钉，其实非常不适合做无棉的。但是呢，我现在先做一下无棉，先试一下它整体的震动，因为如果它真的是震动比较明显的，那么在这种完全不适合的配置上面，会把这个问题给放大的。那么我们听一下，其实是。那么我上的是建设宇宙新上的那个熊猫轴啊，就是他们刚刚发给我一些样品，我看看颜色倒是蛮匹配的啊，白的黑的刚刚能配得上，就顺便植入一下啊，大家不要介意，反正主要是我们来听它声音的质感啊，并不是听这个轴好不好听，这就是。那么这个试完以后会放一个有棉的，就是对比啊，就放上来。然后另外还有一把那个另外一个颜色奶白色的，我会上另外一个轴再给大家听一下，好吧？
大家好，我是802啊，今天是 WOB 的 Crush80 啊，终于出现了啊，28号解禁视频，然后这个是现在是套件啊，因为它发布就是套件，我已经确认过了，他们发布就是套件，不是跟与其五一样的啊，所以他们现在告诉我们信息就这样子的，所以打个广告，两套键帽，感谢赞助啊，JTK 感谢啊，FBB 感谢啊，就是两套键帽是他们家的，一个是 LoFi，一个是 SFC 啊。啊，然后放上去还是比较配的，因为这套奶白电泳是比较难配键帽的啊，然后这套还是比较配的，然后 LoFi 我也很喜欢的，对吧？啊，很漂亮啊，感谢。那么这把东西啊，第一眼拿出来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了，这个电泳实在，这个不是电泳啊，这个阳极啊实在太牛逼了，是我摸到过现在的键盘上面所有的工具里面最最丝滑的，没有之一的啊，这个东西真的是从来没有过。它跟那种画抛出来的丝滑根本就不一样的，画抛出来的丝滑你能感觉到的，这个东西有点感觉，我不知道语言怎么描述，就有点稀薄那种感觉，反正不舒服。它那种滑不自然，这个上面是能明确感受到金属感，但丝滑啊，就这种感觉。然后 WB 说的是他们找了一个研究所，然后又结合了他们做什么苹果配套工艺的那种经验，然后改变了整个流程里面做的。然后 IC 铁上面写的是用了什么锆砂和玻璃砂混合。啊，然后来达到一个高木数的，并且是比较细腻的一个效果，但是实际效果应该不只是这些东西，就是单纯用这两种砂，就是用陶瓷和玻璃混合的话，还达不到这种效果，肯定还有其他工艺的，但是这个东西就不知道了，对吧？然后我也去打听过了，问了几个厂长，大部分是不知道的，只有一个他说我见过这个样品，然后他说不是我们厂里这边做的，但是听说是蛮牛逼的，但是就不知道具体什么状况啊，可能是职业商业秘密吧，对吧？也不会轻易说的，所以就这样子，所以这个是牛逼的啊。然后这个电泳呢，它用了150目的砂，做了一个就相当于一个比较平整的一个处理，然后再上电泳之后，它虽然这个电泳是哑光的啊，不是我们亮光那种电泳，哑光的，但是摸上去一样的丝滑啊，就这种，所以它相当于处理做得好。所以这把东西，这两把东西现在展现出来的是比原来与其五要远远高了一个台阶的，尤其这个阳极甩了几台阶啊，不用看了，原来它与其五上面的阳极很一般，我觉得是，虽然是丝滑的，但是是抛出来的啊，就这么回事。这把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弄出来，看不懂。然后这把电泳表现得也非常好，我不知道比与其五能好到哪里去，但是这把东西在电泳里面算好的了啊，就这种感觉，因为它预处理做得好嘛啊。然后表面其实没什么差别，只是说你摸上去的手感会有变化啊，就仅此而已。那么这个上面呢，我现在找到两个问题啊，一个呢是背板的铭牌高了一点点，高了0.2毫米啊，凸出来了啊。然后另外一个呢是里面的快触，它那个沉降是不够的，有点顶。当我把这个两个事情告诉 WB 的时候呢，他说我们早就知道了啊，样品出来我们就知道了，现在已经全部改完了，但是样品我们已经来不及重新弄这个东西了，所以样品现在是这样子的。大货不会有这个问题啊，所以的我白找啊，白找半天啊，然后就这样子来的。然后这把上面啊，这块石洗呢，我感觉是一般啊，就是它这个工艺跟之前看到的，就是大家看到什么 Navi 啊，或者是什么 Angle 啊，上面用的石洗，完全不是一个概念。那些真的是很漂亮啊，就是做的比较那个的，这块做的就感觉普通了一点。啊，就它上面的质感，表达的质感是不够的，啊，但是呢，对于它，我相信它的售价，因为它现在群里面不是在说嘛，什么949了，什么什么东西的，最终售价我们不知道，啊，然后售价我们放到最后说啊，这售价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就打比方是按照900多块钱算的话，它这块石洗是不可能做到那么好的，因为石洗的良品率比较低，纯纯是用钱堆出来的，啊，一块你拿到手的一块完美的石洗，它可能背后是五六块扔掉的。啊，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，所以这个上面我接受啊，我觉得就是搞点新东西嘛啊，你别人都在做，然后你搞个低价的事情也行啊，反正看上去像战损一样的。但是这个东西呢，有一个缺点啊，非常粘油，就是手指上去那个纸上的那种油脂就会上去，并且很难擦，拿纸擦不掉，要拿眼镜布或者是湿巾啊上去就是润一点的东西，然后上去就能擦掉。那么这里再次打个广告啊，Bobby 啊，Bobby。马上要出模，他应该是国内第一家出 WOB 背板模的商家了啊，就到他那去买就可以了。我所有的模都在他那买的啊，所以我已经问过他了，他说马上就会出啊，所以大家就去吧啊。这个东西一定要贴，不贴个背面不成样子啊，反正就这种。那么现在这个外观看上去啊，
其他没什么问题，设计上狗屁不是啊，他什么都没有，全部抄的啊，这个我可以明说啊，我相信 WB 也不会反对，因为这个大家都心里清楚，你这个背板做成这样子，对吧？这个没话说了吧，对吧？这个，然后阳极很高级，但是缺点是留指纹啊，就是这种细腻的阳极没办法的啊，你就算不是丝滑的，你就是高目数的阳极都是留指纹的，只有很粗很粗的那种才看不到。啊，正常的全部都留指纹，所以它也同样的有这个问题，啊，所以其他的外观上面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啊。那么剩下来就是我们的快拆结构了啊。这套结构啊，这套结构呢，好的地方在于它起来的时候用很小的力就可以起来了啊，不像有的快拆会非常的紧，然后你按上去以后要用很大力啊，这种它比较轻，然后呢。但这样轻的话也会带来一个不安全感，就是会不会感觉就是拎着会随时会掉？一呢，你很少会拎这种键盘；二呢，你搬运的时候一般是抠旁边的，不会只拎着上盖。但是刚才我特地测试了一下，就是打完字，我把那个键盘往这搬的时候，我是只骑着上盖过来的，没掉啊。但是我不保证它永远不掉，对不对？所以不建议这么做啊。但是它好处就是你可以用很小的力就可以把它提起来啊，就不需要大动干戈，因为力越小越减少战损的风险，往往大力的时候就会。啪啦，它不小心剐蹭啊，什么什么东西嘛，就这种东西，对吧？所以它是有利有弊的。然后另外一点啊，黑色的不容易，镜头里面看不到，大家看一下这把东西，看所有的边缝，精度非常高。之前刚刚测过一把快拆，对不对？精度很高的，这把是第二把啊，就它这个边缝已经做到了就是锁螺丝这种精度了啊，所以现在的快拆做的确实是比以前好啊，这个没话说了。然后。它里面的组件也是 CNC 出来的啊，因为第一代快拆用的是街上买的那种便宜货嘛，但是测下来较实在不行，因为他们精度太差了，所以现在全是这种的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，没什么有什么花样的东西在里面啊，没关系了。然后整个刚才测试的声音表现啊是这样子的，熊猫轴呢是一颗比较干净的轴啊，虽然它带防尘壁，它比较干净。然后拿来测呢也没问题，因为轴体稍微干净一点呢，就容易判断一下标准嘛。就是如果你轴体太嘈杂了，然后你听的时候就会很容易不好判断。其实就是为什么拿它来判断，就这个，这把东西根本就不满足五棉的要求，因为它不是整板，它也不是1.6的板，最好是用1.6的整板，然后上个铝锭啊，或者是 FR4 都可以啊，那你自己折腾嘛。然后上去你玩五棉也无所谓。但是呢，这把东西因为不满足条件，但是我只是想通过它这个方式来听一下它原本的素质。啊，并不是推荐大家用这种配置去玩无棉啊，无棉是有高要求的啊，需要达到要求的。那么这把上面我测完以后，我对结果是满意的。它只在两个地方，这个边角和这个边角，在击打的时候稍微用点力，你能听到内胆有震动啊，这个上面能够感受到啊，就是你能感觉到这个地方的声音有点不对，但其他所有的部位声音都正常，没有任何问题啊。你不要听它这个轴好不好听，这个不重要的啊，因为。你不要判断一个套件的好坏，你是听它的杂音的啊，不是听这个轴本身好不好听的。然后上完棉以后，声音就好了。好在哪里啊？它 ICT 里面不是又是什么风包达人了什么东西的，对吧？然后当时他发了风包达人以后，很多人来问我，他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说没关系，我是仙人，他是达人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个东西没关系啊。他这套东西做完以后，以至于让这个熊猫轴带防尘壁的轴都带了厚度和润度。啊，就是它那种，因为大家都知道防尘壁的轴，大家不喜欢在哪里啊？有好处，它很稳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喜欢的。但它不好的地方就是它的音非常的窄，非常平。就是不管这个音多好听，音好听一定要有厚度的，就是我们所谓的混响。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听上去就是感觉不舒服，有点糙那种感觉。但是上在这把键盘以后，你把棉弄完以后，它居然有了那种圆润度，就是你能让。防尘壁的轴带圆润度是不容易的啊，说明他这套声音包确实是牛逼的，就人家是做了调试的，组合出来这个方案。那么它好的地方在哪里啊？我大概研究了一下啊，因为正常情况下来说，我们把下面棉堆满的情况下面，你得到的声音是什么？就是杂音更少，声音更闷啊，大概是这么个度数。但是它是怎么做的？它是每张膜都带底膜，每张棉都带底膜啊，这个就不要说它了。每张棉都带底膜，这张也带，上面一张也带，然后中间特地夹了一层 XRP 啊，
这个 XRP 不是拿来做绝缘的。这个 XRP 我大概想了一下是在做什么，但是我无法验证，因为我现在没有去故意去切张普通的没有带底膜的棉，因为你要测这张东西的作用是需要把所有的这些东西的底膜拿走，然后把这个样式测一遍，然后再把这些东西，就是再把 XRP 拿走再测一遍才能测出来的。就是现在不严谨，只是我的猜测啊，我分析。它在这个情况下面，棉和膜啊已经密度不一样了啊，厚薄也不一样。XRP 的密度跟棉也是不一样的。那么它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啊？就这个东西一旦放进去以后，你在击打的时候，你的声音往下灌的时候，震动当然就不要说了，你通过结构、通过棉你都卸震掉了，这个无所谓。但是声音往下灌的时候，杂音就是弱的音会在棉中间消解。响的音会被保留，因为它没有办法消解那么大的音，对不对？它会返回。那么在正常返回的时候，它通过这层过滤完以后，声音应该是弱的啊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偏闷一点点，应该是。那么它在这个里面是完成了偏闷这个过程了，但是它为什么会有那么响亮的反馈？包括这个也是一样的，声音会有响度，就是我们所谓的那种洪亮度，是因为里面有更高密度的材质挡在中间，把这层音返回来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它做的比较好的地方。啊，就是这层声音包做的比较好的地方，就他考虑到了一些很细致的东西，其实是，当然啊，没有证据，只是我猜测像拿铁啊，在这个上面混响度很够很够啊，完全没有问题，因为本来这个轴就是中频轴，一上这种有棉套件上面是完全没问题的。像这种带防尘壁的轴，虽然你听上去好像有点偏脆，但实际上它都带了一点点混响在里面，你可想而知它的东西做的是有多精妙啊！就是它这套声音包做的是非常好的，远远比你什么丢个什么 EPDM 丢在下面就算有了事了要好得多，对吧？至少是很用心的啊，这个上面。那么这把东西啊，现在我们两把东西的区别在哪里啊？一把是无光的，这把黑色的是无光的，这把是有光的。那么黑色的无光呢，是支持分裂的。分裂到什么变态程度？就是空格分裂、shift 分裂、shift 分裂、退格分裂、全分裂啊！只要你的定位板支持就可以。所以它你要玩分裂，你就选定位板。然后我现在拿到的就是标准配列的定位板，所以我没法分裂啊。然后如果是你要玩分裂，你就玩这个有光的，它没有办法支持分裂啊，因为它光全部是南向的啊。弄完以后呢，它这个东西的轴的差的那个方向就已经确定了，所以它没有办法搞这些东西。这个里面为了搞分裂，它所有的东西要倒置啊，什么什么东西的各种，为了适应不同的配列嘛。那么它里面的轴座会上下上下就是焊很多个啊，大家看背面就知道，差很多很多的啊。这个东西就根本就不一样的啊，这两把东西，所以从背面上来看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只是说好像这个上面支持了很多这个东西，但这边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其实相当于是像底部啊，这个完全全部可以分离出来的。所以这个上面为什么很多人说啊，为什么有真的你不给我搞这些东西？是很难搞啊，真的不好搞。然后像没有灯的随便搞啊，所以这个上面就这样子。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啊，就买的时候选择好，你喜欢玩这种乱七八糟配列的，那么你就选个无光版本啊。反正现在客制化，它无光也是很流行的，对吧？都没光。然后你对 RGB 是有一定需求的，偶尔需要用用或者经常需要用的，那就选有光版本啊。这个东西不分高低啊。我从来不会把什么有灯和无灯造成什么配置，就是有高低配置分，没有这个概念的，大家不用这么想，这是完全就是需求不同造成的。那么我现在这两把里面唯一不同的就是配重不一样形成的高低配，就是有价差的这个东西，就一个是实习，一个是电泳啊，这个东西是有高低差的。那么整个状态啊，现在测下来非常好，为什么？它在这个里面，我们说它的外观。没有什么可值得说的地方，真的，我不想去说这个东西，因为它这个外壳从与七五开始到现在 Crush80 都没有什么好的设计啊，完全就是拿过来就是拿来主义嘛，这个东西。但是 WOB 真正厉害的是里面，就现在市场上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快拆啊什么的，之前做过那么多期，对不对？无一例外全部是多结构的，但是他做了单结构的。他不是没有能力做多结构，但是他做了单结构的。他把大量的空间啊，就是这里面旁边的空间留给了什么？是做整体壳体的抗震啊。这点上，我觉得就他们很对路子的地方。就多结构，我之前批评过的，多结构里面你往往能够做好，就是你比如说你做了五种结构或者四种结构，其实真正好用的就一种结构，
啊，就是最优秀的只有一种结构，而且这个结构还是在你比较注重的情况下面才会产生，就是每个结构都是半吊子啊，就这么回事情，其实就是。然后他现在就老老实实把一个结构做好，成本也可以降下来啊，这个就是比较理性的一种方式。然后他把周围的空间全部让出来放垫片，这个垫片四角的垫片我们见过很多种，对不对？很多做无棉也好，做什么超薄的也好，四角现在都很流行做这种抗震，没有问题，这个是好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上下垫片，在我现在接触的快拆界、快拆里面，我没见过。其他键盘上面好像也没见过，我唯一当时第一次见到上下盖做顶垫片的，就不需要我们玩家再去自己贴铁氟的，是可创啊。那么在这个上面，就是 WOB，虽然设计上对吧拿来主义，但是它里面也集众家之长啊，我觉得这个非常好，因为很多东西你不需要一定要去，就是要怎么样。但是它你能够把别人真正有用的东西吸纳进来，你就已经够牛了啊！所以这套东西我觉得做得很好啊，不是我在尬吹啊，你拿到手就知道了，这个东西做得跟别人不一样的啊，就你拿到拆开你就知道了，不一样的啊！很多人不重视做这个东西的啊，还在找理由编故事啊，去忽悠啊！但是人家就把这个事情扎扎实实给做好了，只要一套结构就可以了啊，就这套结构把它做好、做充沛就完成了。所以为什么他在明明不满足无棉状态的条件下面，也可以让声音变得还是比较干净的，走音并没有因为这个开槽板啊什么什么东西的而变得有点怪异，就是因为它整体的抗震性能还是够的啊。因为不管我们现在所有的键盘，不管你有棉无棉好了，你觉得你玩 OG 也好，你觉得你高大上也好，无所谓的，一把键盘最最重要的就是振动尽量传导小，所以。他在这个壳体上也做尽了功夫，所以这把键盘做的真是不错的啊，用了心思的啊，这个是人家用了心思的东西，并不像它外观，大家看到啊，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哪抄的，似曾相识是吧？啊，但是它里面确实是做到了，是目前接触的80里面这把应该算是集合的最多的一个东西啊，就这样子。它虽然是单结构。啊，他没有乱七八糟搞个什么多结构，但是他仍然把这些东西，就是把重点的东西做到位了啊，我觉得这点是我比较欣赏的地方。另外一个优势啊，就对我这种人来说，又要说到我这种人了。这把键盘在全棉的状态下面是比较硬的，尤其这个铝锭啊更硬。那么在这个上面也是硬的，其实没有什么沉降的，你看不到什么沉降的。但是因为它的里面的密封性做得挺好的，你把这张底面抽走。你把这张绝缘的 XRP 放在下面，对吧？然后你把轴座面放上去，然后你这样放上去，软度就有了。虽然不多啊，虽然不多，但是对于缓震来说够了啊，就这样的一个东西。所以它是可以调节的，你自己玩啊，你高兴你自己，反正这个快拆快出，反正很方便。啊，里面什么都有了，然后它里面你自己配比吧，反正下面三张东西你随便什么折腾，啊，你甚至可以把 XRP 都拿走，正常打字不会处理的，放心好了。如果一把键盘正常的力度，什么它40-50克的力会触底，这种键盘可以扔掉了啊，不要弄了，正常打字不会触底，除非你用力按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这个虽然它的行程非常非常小，但是够了，啊，够你玩的了，其实就是，所以就这么回事情，啊，然后另外一点啊，安装的时候。务必把这个棉啊贴好啊！我是推荐啊，有条件、有心思的朋友还是把它粘在上面啊。然后如果放的话，应该这样子啊，你先放好，平的放好以后，拎着两边这样下去，保证不移位啊，这样子就不会顶啊，不会顶你那个错位的地方，这样就搞定了。这就是啊，所以这把键盘是可调的，并且拿走底棉以后，声音并没有变得很差。它一定会有变化，但是没有变到那个程度，所以这把键盘密封性真的做得挺好，抗震也做得好。因为如果是我们一般啊遇到这种就是，对棉依赖度比较大的键盘，就是共振会比较大的键盘，就是它棉在里面提供了一定的缓震嘛，其实相当于是。那么，越是共振做得不太好的，就抗共振能力差的键盘，对这些东西的依赖越大，
往往撤走以后带来的变化就会特别明显，就是天差地别那种，就是你把棉卸走跟油棉根本就是两个概念，不是轴音的变化了，不光是轴音的变化，你整体都不对的，你知道吧？就这种。当然你用的经验多，你大概能知道我在说什么。然后像这个拿走以后，一样的呀，还是很浑厚的，没有什么问题啊。所以这个上面就是他做的真的挺地道的。从他们 WOB 啊，从与75开始，对吧？树立了一个行业的标杆。让很多公司的产品直接消亡啊！就当时他们有很多发售计划的，但是因为与75的出现，全部停掉了那项目，啊，就是这个方案就取消掉了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在同样价格里面把这个东西生产出来，啊，这个就是与厉害的地方，WOB 真正牛逼的地方，啊，虽然它成为了行业公敌啊，很多人很不喜欢它，啊，因为它这种价格这种杀伤性。一把75，谁能想到一把75可以卖到几万把还抢不到是什么概念啊？很多人说，前天跟我说，他说现在货多了呀，很容易抢啊，但是还是有人抢不到，那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没见过这样子啊，所以现在这个真的是他们创造了一个奇迹。然后这把80，如果说他是按照他群里面公布的949发的话，那么很多人会觉得贵，对不对？那么按照它的配置来说。按照他现在所能提供的配置来说，和他所提供的工艺来说，在别人的家里面，这把键盘应该卖到1300到1600之间，对吧？这个大家应该算得出来的吧？你不用去强行比成本了，你就比他那些顶配卖多少钱嘛，其实是这么回事情啊！不管是设计有高有低啊，这个不管它，反正一把键盘大概这个，那么它相当于便宜个300-400块钱、400-500块钱，大概这样，那也算性价比，对不对？但是对很多人来说，价格还是高的，对吧？所以我最终价格不知道，因为到现在为止官方没有公布，啊，所以我不知道多少钱。但是我现在认为就是他们告诉我的就是大概是900左右，啊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价格，其实是，所以而且是套件啊，没有什么什么轴和帽这些东西的啊，就这么个东西。所以，大家自己考虑。但是最终结果是要到下个月的中下旬才会公布的，因为等 GB 出来才一切定夺啊！现在说的都是空了吹的事情啊，大家就各自猜测吧，好吧？但是经过我测试啊，这把键盘很优异啊，就这么简单，就很优异。我在它身上，如果除开这些就是它已知发现的问题改掉以后，没有任何的毛病，我没找到任何毛病了，已经是啊，我算挑剔了吧，对吧？啊，然后就这样子。啊，我也跟他说过的，我跟所有的送车商说啊，你们说我恰饭也好，什么都好的，但是我恰饭有一点原则，我对键盘的判断，厂商是不可以干涉的，啊，我找到问题我必须说，我如果你送车，我可以帮你多夸一点，你有优势的地方我帮你多说一点没问题，这个小意思，但是你不能改变我的观点啊，这个是一定确保的，所以这把键盘我可以确保我在上面没有找到其他问题了啊。然后你说他这个东西强到哪儿去？每个人听感真的不一样的。我对他很满意啊，但是有的人觉得很普通啊，别人也可以啊，不是这么说的啊。但是在我上面，我觉得在这种状态下面能够达到这个声音，OK 了啊，其实是做得蛮好的，因为它毕竟是一把快拆，它不是一把锁螺丝结构。如果是锁螺丝结构的话，它这把键盘还可以做得更厚重一点啊，其实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这个上面是有区别的啊。然后它的重量也将就啊，因为整套有2点多公斤，对不对？然后算下来还是可以的啊，我觉得这把键盘做的确实是有点意思。现在就看价格啊，价格到位，一切都好说啊。然后现在反正之前与75的成功案例啊，基本上也他们的售后也做得很好，然后产品总体素质是很高，那么也就不用再念什么保命话那些东西了啊，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。啊，希望他们确实认真一点，QC 认真一点，啊，就是尽量一次出货让大家都满意，对吧？啊，抢那肯定是要抢的，想都不用想的啊。他们家出东西，我现在大概回过味来了，绝对是杀手，一定要抢的，大家尽快啊，这个东西，反正下个月下旬才开始啊，大家想想好，这把东西是值得买的啊，绝对值得买的，就这样子，好吧？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